们进来了。啊。啥情况？你先说说。违法呀，预计不到40平，因为它那个高，3米5的高。那你要把尺寸找那个，告诉那个九五，现在要把尺寸重量量，再放点量。40，他妈的，你们两个怂恿。然后服装，啊，就整装，是他那个，因为他这方，四周一圈是钢架，然后他要贴那个大理石，外加他那个身，那个厚度，下面应该跟那个差不多。就是开会的时候是吧？上午好，欢迎该地区在移动，您已进入深海。甘田深海在建工程一个，完成工程一个，平均进度0%，签约金额2亿。你已进入深海至多军杂多智能天公路工程项目部项目，该项目进度100%，项目投入2.3亿，项目周期28个月。下午来了，咱把后面的东西收拾收拾。后面你们有什么剩下的东西都留着就行了，是吧？